手段们推荐测评的评论我看到了，今天是小麻鼠系列的。为了拍这期视频呢，我入了小麻鼠所有的手账本，有新出的 Wix 活页本，还有两个方方本。小麻鼠的本子纸张都是偏厚的， Wix 和方方本内页格子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活页本有丢丢不一样，它格子的颜色呢会深一些，纸张也会偏黄一些，但是也不影响做手账的效果。这是我之前做的两个紫色系手账，给大家对比一下哦。接下来看方方本，它们的价格呢都是 29.9 元，内页是一样的，而且都是活页，区别在于封面材质和装订的方式不一样。这本呢它是皮革的封面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。它的装订方式呢是有两条绑带穿起来，绑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调松紧，放松一点可以平摊，但是我用它翻页有点费劲啊，如果放得特别松的话这里就又散了，体验感没有这本好。它们两个让我选的话，我会更推荐这一本，它还可以更换封面，看腻了随时换一个，就感觉很香啊。当然如果是新手宝贝又没有太多的预算，我更推荐这本 Wix 哟。而且 Wix 其实也可以做出方方本的效果，我们只要把本子倒过来使用就可以了。它的尺寸呢就会有点偏方形了。小宝贝告诉我想看胡吃海塞的排版，今天一起来安排上呀。用到奶盖熊的胶带，我就想到可以搭配奶盖熊的异形便签，它们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呀。我做好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奶盖熊真的太可爱了。你们还喜欢哪家的本子，评论区告诉我，我去盘回来给你们测评呀。明星本能重复使用吗？最近好多宝贝在问我这个问题啊，今天来给大家解答哦。同时也会告诉你们如何去循环的使用它。做了一段时间手账之后，上面的胶带零零散散也用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入了新胶带又没多余的离心本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清理一下自己的本子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挤挤还是有的，对吧？我现在这本呢已经用完没地方了，那像这些图案呢我们都可以统一给它揭下来，大家最好用镊子。手上有汗的话，反复摸胶带会让胶带失去粘性，然后容易翘边。胶带都撕下来之后，会发现本子上有很多划痕，有的时候还手重划破的，这些都不要紧哦。撕下来的胶带再找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给它们集中贴起来，原本占了四页的位置，现在差不多半页就搞定了。实在没地方，像这种单个的胶带我们就给它重叠来贴呗，下次来用的时候撕下来也很方便的。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再贴胶带上去啦。今天贴一个阿布的吃舞胶带吧，画的真的好有食欲啊，把它全贴在我的小本本上。这是吃舞的同款便签，图案特别的大，用来贴我的方方本正合适啊。我真的是看饿了，好想吃一口炸酱面啊。最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用它做的手账吧，还搭配了小麻鼠的火锅粉。这里呢做的是一个折叠的卡片，上面贴满了各种美食哦，你们爱了不？哈喽姐妹们，看看我今天带来了什么，被大家安利的雨贤又来了。上次入了那个袋装的贴纸感觉很不错呀，这次我又入了一些胶带的样品来看看。现在平价的胶带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好了，这几卷是我超喜欢的，推荐给你们哟。随便拆两卷给你们拉拉图鉴，都是特油胶带，好好看呀。做一个浪漫花田手账吧，我本来是打算用 Wix 来做的，结果贴纸放上去你们瞅瞅这个图案好大呀， Wix 感觉有点小了，所以就换了方方本。呵呵呵，有没有人看出来其实这是我520做的手账，然后约会去了一直没有发视频出来，偷了一天懒，不要记恨我哟。上次我拆这套贴纸的时候，看到有小伙伴说它还能用来箍盘，马上就去进货了其他的系列呀，每套都好喜欢。这么平价的贴贴要是能做手账还能箍盘，那就太完美了。海水上流淌像个童话，刻画成我眼里的年华。So come down， 离开是一笑梦为花成大，海上落月镜中挂。到底谁还是跟谁把结局冻裂冷的，何必不再在风花落人的飞鸟飞鱼时的分。我把这几个盘盘呢用袋子给它包装了起来，会随机装小礼物塞进你们的快递里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你们的巧娃自己上线，今天录一期手账翻翻看，大家有喜欢的排版可以截图抄作业哦。做了那个贴钻的手账之后，有小伙伴问我这个本子还能合上吗，你们看看它就是这样的，也还可以是吧。Happy guns away cuisine Zinga bomb is Aberdeen Dummy frogs wasn't just a bomb Zaggy Zinzibar
从来喝的有破发今晚很热的是你说 On the reef of flute In the wind cash book 你在这边生活少的时候在大家的催更下，彩彩的粉丝手段系列又来了。今天叫到的是这位林小林小凯，还是我的铁粉哦。他想看彩彩做蓝色系手段，咱们今天就用好好做笔记来做吧。希望林小林同学好好学习，每科都考满分啊！在这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上次退回键的后续啊，哎呀，我真的要笑哭了。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视频了，然后就回复我们了，让我帮他把那些东西给寄回去。我说寄可以，但是退回去的运费呢需要自理。然后呢他就有理了，说什么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出寄过来的快递费，现在退回去的话费用让我跟他一人出一半。你们说我要答应他吗？遇到这种事儿真的挺闹心的，哎，不想了。在这里呢，咱们的手账就做好啦，林小林小宝贝，快来签收吧。好多姐妹想看随心配啦，今天这份呢是我升级过后的孤卡随心配，贴纸增加了两张。而且还给你们配了这个孤片本哦，超级好看。里面还有立牌，这是我之前做的给你们参考一下，还有卡套也做过，大家可以翻翻之前的视频。下面我们进入这个套装，来过个爱豆片本吧。完成了，这个随心配你们爱了吗？今天给你们看看这个退回键哈，哎，这真的是让我哭笑不得呀。这位宝贝入的呢是之前那个高配的补给包，你们看看这退回来的都是啥呀，一个手账本，开始我还以为这个手账本至少是个新的吧，打开后又给我整不会了，这咋还能是用过的呢？宝贝，我给你们配的是这款 Kimbo 的 Wix 好吗？还有离心本、点点胶都不见了，重点是这个高配的有将近30条的射程胶带，你给我退回来的也就这几个，连刻刀的刀片你也缺吗？说实话，我们经常遇到让人很无语的顾客，但是我很少很少拍视频来吐槽啊，主要我给你发信息呢一直没有人回，希望你能看到视频之后主动来联系一下我们吧。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退错了，我还是希望是退错的吧，我不相信人有那么坏。